反黑反红反并吞，反黑反红反并吞，换人换党换政府，换人换党换政府。韩国办公室主任陈俊涵，最近呢，台湾社会都是一些黑心的事情，黑心的判决，黑心的食品，这个黑心的军宅，追根究底，我们发现，其实我们就是有一个黑心的政府。开这个记者会，当然同时，主要就是要来，就是要来提我们27号游行的这个预告啊。这一年快要结束了，除旧布新啊，要除旧布新。可是今天这个活动更有意义啊，我们在国民党前面呢。它是一个黑心的政党，也是邪灵，所以刚刚有谈到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包括食安，我们的生活活得非常非常的不愉快，我们会觉得说，身为一个国民，连最基本的食品安全，吃下肚子里这个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障，在我们内湖南港有非常险峻的状况，事实上有国民党的变种，有亲民党的人，他伪装成白色力量。国民党现在大势所趋，国民党这条船要沉了。这些投机者，他们先伪装，他们先跳船，他们要欺骗我们善良的台湾人说，事实上他们已经悔改了，不对。小兄啊，咱看苏立伦喊做啊桃园县的县长了，来到做新北市的市长，咱看出来，伊拢甲一寡乌心的集团来斗做伙了，啊，定心。三年八月做土地在变更，以及远雄集团，伊伫新北市嘛足多，可以住宅用甲远雄集团有勾结吼，所以那我朱立伦过去，伊真正是乌心的集团啦，的头脑，所以伫遮我相信唔是乌心俩，伊嘛是红心，伊甲马英九同款，拢是红心啦，伊就甲中国要合作伙吼，啊要来并吞咱台湾。我们今天在这边除了要集27号的游行以外呢，我们也来这里，就是我们有准备了一个，因为事实上现在的包括黑心商品、黑心奸商呢，都离不开鼎鑫跟远雄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决战2019行动联盟，我们发起了这个签署承诺书的事情。那么芝麻兰格迪丹中华国民党的欢迎啊、据刚刚了解，有人会代表先来收下啊、那我们看看这个是不是我们这个大家所接受，那国民党今年啊，会使讲抽到九号的迄个不分区吼，我来讲，他的政党票9号吼、就是九，就是告，被完蛋了，吼、啊，过来，阮大安县界呢是抽到12号，他有一定的成功，吼、各位，咱今日1、2期啊，咱大概再一起来反黑心，反这个恐龙法官，过来，咱大概会使为咱台湾的这个。主体的人，咱大家支持，我祝福大家，咱台湾啊，即届爱建国成功，大家会当出头天。蒋介石集团走入来台湾，但是呢，却拥有庞大的不公不义的党产。为什么国民党不懂，台湾不会好？阿扁执政8年，有重大建设，雪山隧道，隧道，还有。圆山丰富洪道，汐止不再淹水，东西快速，公路网，国债呢是1.5兆，可是马英九执政，他的633是让人民泪潸潸，国债呢却25兆，你们想一想，真是4个月差不多一兆，国民党不倒，台湾不会好。中华民国亡了，我们台湾就复兴了。第一个是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政府占据了台湾，所以在党国体制的包庇之下，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一些红顶商人啊，这些不孝厂商啊，或者这些党国利益投机分子，他会从中获得大量的利益的。那第二个状况是，中国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长期存在于这块土地上，那它除了产生在经济上对我们的剥削，还有文化上的殖民。更可怕的是在政治上的权力，人民是一点一滴被剥夺，而且我们常常毫不自知哦。但大家也要注意到，它本身可能是国民党的分灵体哦，它是从国民党这个怪兽当中分出来的。
啊，比如例如说亲民党，例如说民国党，例如说新党哦，啊，这些基本上我们完全不信任任何由国民党所分裂出来的组织。对我们来说，它就是一样是贯彻国民党内心的那种中华民国的思想的演。我现在向各位报告，咱家计较的主要就是要发动12月27，这个礼拜的下晡3点，要办一场反乌、反红、反平村、换人、换党、换政府的游行。咱游行要下晡。礼拜日下晡3点，在仁爱路、建国南路、地堡大楼遐集合。集合了，沿建国北路、沿建国南路、建国北路，啊，转这个中安东路，啊，去辽宁街，啊，转来这个八德路，这个中国国民党总部、中央总部遮，直接解散了，直接解散了，咱落马路过。啊，八德路啊，行到中东海德加兰罗兰大道，来参加民进党的点亮台湾。我点亮台湾，我有准备这个台湾人的蜡烛。点亮台湾，就是从明年开始，哦，台湾就迈向啊新人、新党、新政府的时代。朱立伦主席啊，伊目睭大汤，找到徐志坚做伊的亲密战友，做伊的副市长，唔是干安尼尔，伊嘛目睭大汤，转到王祖贤，伫操作军财，操作军财，啊外国谈输哩，即款呢，目睭大汤的人，哪有可能？来参选未来的领导者。另外呢，马英九执政以来，伊引进红色的一句话，签红色的一句话，福茂福茂，哦，马时会心中未代。最近要引进红色红色的脸，要来引进中资资方，要来啊接收台湾 IC 的产业。要来消灭台湾经济动力，这款的引进红色的力量，咱台湾马上甲挂出去。规马英九甲朱立伦拢讲要东山开炼，结果拢甲咱骗，甲咱抓，甲咱五鬼搬运，甲咱信都，什么？我见讲要卖掉，卖掉处理，要用迄个钱来回算。来买票，乌心的政党，就乌心的政府；有乌心的政府，就乌心的贪官。李孔乙木，反乌反蓝反平论。李孔乙木，反乌反蓝反平论。李孔乙木，反乌反政府。李孔乙木，反蓝反乌反政府。杨姐，你来上一个联署书哈，因为。来，这么你忙的。来，执行长，我创办人呐，因为王建吉创，王建吉创办人，嘿。我没得病。来，今天，哎，今天什么？天热了。来了马车吗？啊，马车吗？哎，我给你修的。无啦，啊，一车，哎，我给你修的，我在里头嘛。啊？我在修理。我教你负责行政哦，啊，甲咱送的主席哈。就是讲，这是拒绝顶新典雄政府现金的承诺书啦，啊，请主席来签署啦。伊若签署，就表示伊同意拒绝顶新甲典雄的迄个政府现金嘛。啊，伊若无签，就表示有收嘛，有接受嘛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嘿，啊，就直接，啊，这个拜以前爱回阮的消息，我才弄传真，吼、哦。到主寿哦，这批来队伍拜一前，拜一前哈，爱加还。那无，阮就讲中国国民党朱立伦主席无签，无签就是有接收到电信甲延商诶政府现金，吼、哦，本来就是安尼啊，啊无那也未签，啊那无就会签嘛，
无就会签嘛，啊，若有就袂签嘛。哦，这都正简单啦，这都这都是噶，唔是安尼尔吼，安尼嘿，迄个，嘿，哦，喂，快有你啊，借阮地等啊，哦，这贵松松，这贵松松，用这用这多啊，这来这来这格式赶快哦，啊，格式就快了嘛。不，你改交完那个水电作业，你名片无？好啦，安尼好哈。谢谢。好，加油加油。啊，我开始过来啊吼，啊，算计大家到两。好了，我哥。算计啊，谢谢警长吼，等你的消息。好，谢谢。然后我预告一下吼，拜五中昼十二点半，咱要去时代力量遐签吼。这个有没有结束？